关好门，锁好窗，没有人在家呢要防盗，有人在家更要防盗。有一种办法呢经济又实惠，那就是抹黄油。昨天呢一组照片上传至网络，一下子就火了，说的是上海长宁区的一处老小区，条件呢不太好，所以呢也没有物业，防盗设施呢也难以配备，怎么办呢？片区的警察就想出了一个办法，抹黄油。这里的黄油呢可不是咱们吃的那种，而是建筑用的黄油，抹在一到三层楼的煤气管道的表面，一次涂抹半年之内都能够起到润滑效果。这一抹呢还真的挺管用的，据说连续三个月都没有盗窃的案件。而且有一次有一个小偷呢因为黄油爬不上去摔了下来，当场呢就束手就擒了。这么说来，抹黄油啊经济实惠，作用挺好的。